了你，要是有什么所在和你看袂顺眼呢？是啊，伊帮助你的心态机智，确实是属我难以认同啊。哦，那我就请教咯。若看帮助你，今日春风得意，又喜相叹气。人在高处不胜寒，其中凌乱，旁人无法了解呀。我看到你，就亲像看到我过去我同款啊。我静静
妹啊，你要对我昧心的妹吗？金公
啊！是未神总部好意无声的调兵哟，调兵哟！看来老爷你答应啦。我高公，我答应，我无像你老糊涂啊！东东相府公主天助梅仙，撇回独臂去不败坏名声。长工华妻华烈，新婚背景，今朝一合这年，幸福一世。你夫人之间，只在情家亲，一夜天心之在，富贵功名。这梅红体面下人不要紧，公主心凉，本是仙境。唤错公主，有请公主来了。听见呼唤声，心中不安宁。你爹不答应，好阳去求情。爹爹，何患害你出堂，不知有何告示？害你呀！我离都近，我方便，挂足吉祥，太烈焰，为何天？就算是你介意，但伊的身份比肩，伊就是配不起你。爹爹，你官居宰相地位，当年母亲你也是出身贫寒，为什么你会用得娶，我是未用得娶美容伊啊？原来是无共款，你母亲伊虽然贫寒。但伊唔是奴婢，伊最少品质不贱。爹爹，人人拢是人世白无恙，就不应该分什么贫富贵贱呐。你我住口！Oh!
怕我今仔日就打死你这个畜生！老娘，嘿，你就先怒气。就退下去吧，真是苦恼啊！相爷啊，你何必遐尼啊烦恼？拄只奴才在后边已经听个清清楚楚，其实奴才早就有一条计的。哦。有何妙计啊，老爷？倒不如你先答应公主甲赵美玉的婚书，然后设法将公主调离京城，咱再慢慢对付赵美玉。叫公主远离京城，咱才来对付赵美玉。也是，何妙计？何妙计啊，中祥啊，你不愧是老虎的心腹。老虎一定会中中有秀啊！唔敢唔敢，为相爷摆酒解愁，这是奴才应该做的嘛。真好，真好啊！啊，相爷，请。来啦！参见相爷，唔知相爷叫奴婢出来有何事情？这是一千两的银票，你就提起，就离开相府。相爷，你这是何意呢？钱提起，你就马上离开相府。看你是要做生意，也是要嫁别人。老夫相信你会找到好的对象啊！相爷，莫非你想要悔婚吗？就算老夫恳求你。你若是真正爱上碧儿，就应该为伊的前途想想的。伊若是甲你做夫妻，是会被人踢笑的，对伊的官途也是有真大的影响啊！相爷，你若是真的疼惜碧儿，你该知影，功名利禄并毋是伊所追求的，伊所爱。乃是要娶一个真心甲伊相爱、会当过一世人的一人啊！大胆，万事白讲，难道你会比我较了解伊吗？相爷，你一再言尽，江王笑容。不过一再言傲，确实是过得不快乐个。你我住口！这事也轮袂到你讲我一句，相爷。
按照你讲嘞，袂个让伊行诶。是啊，相爷，倒不如咱改按这个罪名去上官叫办。这袂用诶，伊那是在公堂之上胡言乱语，这岂不是昧风败阵、假挑寡团？出计不行，不行啊！相爷，我在有一条计的，就是唔知相爷你敢呀？哦，你有何妙计？紧讲，紧讲啊！相爷，扶您过来。这岂不是太狠毒了吗？相爷，俗语讲，无毒不丈夫嘛。无毒不丈夫。来呀！既然这五个幻想的赵明玉，甲挂在案板。赶紧关门！相爷，请。
倒爷。那嘞？我心情当你爽，唱些歌给你听。我嘛会，换我唱给你听，会牵牛。好啊啦，狗后吸食声，你搁牵群。哎呦呀，甲我骗。我甲你骗，我甲你骗啦。上少，上少，无够开，无够开，又食袂爽，又袂爽。这简单。害咱办完相爷甲咱交代的代志，我甲佫办伊多啊，佫较好了啥呢？你讲的吼，我讲，记啊，夹，准备来去夹。破开是甚物呢？苏轼，我就是放苏轼嘛。苏轼，是啊，这种苏轼啊，好像是开暗房的苏轼呢。暗房。加减讲，暗房的锁匙伫遮，你暗房的，你哪个去？关键啊，你送锁匙，就送我七朵哈。赶紧，你赶紧将迄个锁匙还我，明个吧？慢开玩笑，快点。锁匙赢你，锁匙赢你，你若是两块表，我就赢你。走去啊！要搁对什么啊？你呢？咱会使放伊走的，相爷那是知影，肯是予咱死无葬身之地。你别去，哎哎你若不去，不去，你别开会。我行。
多谢将军救命大恩，你就随我来去见我家万岁。是，随我来，命官，命官啦！有害的，太头，自清朝还邦，十几年来，唔知啊家中恩信如何？待我回朝复职，再做打算就行。朱由来，走，开堂。小女子有何冤情，何不告就何结何令冤呢？明如冤定海底，舅父不能为我救便，欲告此冤，必会到金殿面官。哦